弟子杨过今日在此拜小龙女姑姑为师，从今往后杨过要永远听姑姑的话，要照顾姑姑一生一世。你们这对痴男怨女都已经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这里卿卿我我，聪明的话就把玉女心经交出来，不然的话莫怪师姐不念同门之情。过儿别后悔，过儿能和姑姑同年同月同日死，不知道多开心。周一至周五，白河台湾电影文化城《神雕侠侣》。